大家好，我是阿哲。缘分还是带我来到了 Sina 的这个地方。本来会觉得说单轨相机好像又大又重，不过后来啊，认真的研究一下，觉得说这台相机还是好有趣哦，还是好想买哦。然后缘分使然，我又真的找到一个我觉得配件很多的。因为其实单轨相机重点在于说，如果你一开始就可以找到一台配件，你喜欢的那些配件很齐全的。哦，那用起来真的很爽快的，然后加上啊，那个时候吼，他又送了我一本在里面啊，就是有一本这个，稍微研究了一下这本书之后啊，我就发现说，哇，突然对它的整个系统就是更加了解之后，我觉得这台相机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，因为我们一般传统就觉得说，哦，我们大型相机一定就林浩夫嘛，对不对？林浩夫就是那个规格的制定者啊，对不对？哦。但是不过啊，林浩夫这个东西啊，可能去外面玩的时候啊，你有一个方框，有没有金属的方框？你信任感还是蛮高的。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啊，带进摄影棚之后啊，你就发现或者说在拍一些广角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哎，它还是在一些姿态上面啊，或者说灵活度上面还是缺很多啊。好，所以在摄影棚里面啊，其实真正的游戏场还是这种相机哈，而且尤其是这种模组化是最有玩味性的。那当然，为什么还会特别讲 Sina？其实还有 Toyo 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 Hosman 啊，还有各式各样式成武相机，照理来说，哦，还有荷兰的 Combo 啊，照理来说这些牌子这么多，为什么我还是会特别讲 Sina 这个牌子？因为以往你在大型相机的世界里面，Sina 这个牌子一直不断的重复出现，我不太了解为什么，因为。你就觉得说，就是因为大家对瑞士有特别的情结吗？后来才发现，哦，其实不是呢，是因为他算是里面的大咖，那西龟挖大饼嘛，对不对？所有的人，因为他的配件是最齐全的，所以大家都只要我跟他共用，我就沾了一点边之后啊，就是比如说，如果假设好了。如果你觉得 Sina 的都原厂东西贵，那我就副厂的补上哦。你像我这个皮箱其实是 Hosman 的哦，那或者是说，假设好了，我的机子跟它的镜头板是共用的，那我就可以把它的一些哦很特殊的零附件可以拿过来给我用，那我就是可以蹭它的热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后来啊，我就发现说哦，Sina 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。虽然一直提到摄影棚，不过其实我买的这一个系统啊，它是 F 系列的。哦，F 系列的话是他们家属于比较，还是想要让大家可以轻松的带出门，所以把整个设计通体先瘦了一番，哦，所有的结构都比较纤细。那相对来说，P 系列，哦，P 系列的话，这些支架们，哦，然后这些调整们，哦，我们在玩的这些调整们，全部都由齿轮去做支撑。哦，你在调整的时候的每一个相位啊，哦，不脱轨相位啊、俯仰相位啊，或者升降相位，全部都是由齿轮去做支撑的。哦，微调，哦，非常非常的细致。这个东西呢，可以让你在摄影棚里面做一个很有效率的一个操作。那相对来说，这一台就没有这么多了。哈，哦，这一台你看它这个，它可能就是一些你需要自己用手推。哦，我们可以简单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这个转轮，好，可以上下，好，然后这个转轮，好，翻过来，里面的这一个转轮，好，调前后，可以让你调前后，然后这边也一样，好，会成双成对，一样也是可以调整上下，好，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杆子。然后在这个，然后包含这个，好，然后呢，所有的开口都在这里，好，这个打开就卸下来，好，然后往前换皮枪，好，往前拆镜头。如果你喜欢那种。什么 XL 那种东西啊，或者是比如说90XL 啊，信乃达那个有没有？
你就会一定会很喜欢它这个超级巨无霸的镜头版。然后或许你会想说，哎，为什么 Cena 会想要把这两个支架坐在下面？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很像某种类似像专有平台之类的，就是上大下小这样子，然后用一个很细的两根杆子去支撑它？哎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？而不是像传统，比如说我们看到 Toyo 很多都会在侧面上面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架去撑的这个板子。其实 Cena 非常的聪明，而且他的格局其实是非常大的哦。他不单单只是想说我只是一台相机而已，也许他会觉得说，也许你还是可以是一个摄影棚的一个工具工作母机，摄影棚的整个航母啊，可以把所有的整个摄影棚都撑在我这个轨道上。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觉得说，我如果坐在这边的话，那也许我可能这个摄影师假设好了，他今天想要倒着拍的时候，是不是就会挡到？哦，今天假设你要插这边，你要插这边，然后你要插这边，那是不是就会可能会挡到这样子？所以他这个时候想说，那他就用最小影响的方式把支架藏在下面。哦，你就整个使用的过程中，这些东西就不会影响。比如说，他有一些，你知道他们家有快门系统嘛？哦，快门系统会在上面。然后可能你在翻的时候，有时候可能会翻过来，哦，要翻过来横着用，因为你看哦，他们家相机可以这样，整个可以躺着，哦，可以躺着，可能其他牌子没有想到这些吧，没有想到相机还要这样子各种不同的角度这样子使用，可能就觉得说，哎，你们就架在那个你们那个推拉式的那个脚架上面，然后这样架好，那就永远就是伸长缩短，然后移轴什么之类就解决了。没有 ，Cena 当时的想象不是这样子。这本书里面啊，提供了各式各样千变万化的一些奇思妙想。